啲中國成都拍咗好多啦，有冇睇到我啲片啊？成都有咩地方未拍過啊？三星堆，我有三星手機噶啦喎。呢個係三千年嘅三星。食乜心啊？或者老婆生日啊？咁啊，好鬼搶眼。三星雪條，你試過未啊？哇！天空之鏡啊，人肉草地球，哇！幾靚。好啦，好啦。你哋冇搞我條腸。哇！我吞緊口水啊，大佬。耶！V 家开心睇楼团，如果大家想安心咁买大湾区楼咧，梗系拣 V 家啦。喂，博士，我知道咧，你弟弟咧拣咗喺佛山美的路湖度假区呢度咧买咗楼。系啊，你又知道啊？系啊，上次其实我同你去呢度咧系浸温泉，啊，点知佢走咗去睇楼啊？咁我无端端就去买间楼，跟住翻佢同我讲，佢话啊，大佬啊，我买嚟咧慢慢度假，同埋慢慢退休之用。咁咧我唔明啊，点解咁急就会买咗层楼咧？后屘我又再嚟睇过，唔怪得啦。喂。700多元就可以买到有装修有湖景，喂，佛山楼肇庆价，梗系吸引啦。佢啊，仲揾呢个内地银行做按揭，俾20%首期100多万就做咗业主啦。唔单单系咁啊，博士，呢度嘅精装特价别墅啊，都系200万出头咋。200万可以买栋别墅，咁啊投资都同埋收租都一流喎。如果咁样，喂，我听讲交通都好方便添啊呢度。嗱，交通方面咧，现有咧佛山已经有一个高铁站啦，同埋地铁站，同埋一个高明港嘅港口噶啦。咁迟啲咧呢边仲会兴建一个咧新嘅佛山机场啊。咁神海陆空啊，都满足到你要求啦。哇，犀利喎！咁配套咧？嗱，配套方面咧。除了本身已经有温泉18栋高尔夫球场之外咧，呢边咧仲有一个独有嘅茶场啦，可以亲自采摘茶叶，同埋品尝你自己摘翻嚟嘅茶叶嗰种茶嘅味道啊！哇，咁真系正喎！嗱，所以今次咧，我哋 V 家呢个睇楼团咧系会过夜嘅，因为点解咧？我要俾大家感受一下呢个度假区。哇，头先你讲啲配套啦，咁啊俾大家感觉一下，慢慢我如果真系买层楼喺度。退休或者度假嗰种开心享受嘅，到时咧你就会明白点解弟弟咧会喺度买层楼噶啦。嗱，记住大家参加我哋个 V 家睇楼团啦。哇！呢件国宝有气势啦，哇！型到爆，主角出嚟。铜嚟噶，铜制的，有一个小知识啊，就是铜的颜色本身是金色的。我们现在看绿色，其实是铜锈的颜色。你可以想象一下，本身它金光灿灿的样子。整个通高是2米62，人像高1米72，重180多公斤，永远不出境外展的。它的双手非常吸引眼球，你可以看到它的那个手是比较独特，它的手呢是抱握状。两个手的是握的圆，但是两个圆心不是在同一条直线上的，所以大家会很好奇这个姿势是什么意思，他手里是不是拿着什么东西，那他假如拿的是什么呢，是一件还是两件呢，引发了太多的猜测了。比如说啊，他可能什么都没有拿，就是一个姿势，就像我们作揖的姿势一样。比如说呢，他可能拿了一根象牙，因为就是我们坑里面发现象牙是近500枚了，象牙是弯弯的，也是圆柱形的，这是大部分人的看法。还有认为他可能是拿的一条龙或是一条蛇，至于他究竟拿着什么东西，到今天还是一个未解之谜。哎，我们这次新坑有找到一个猎人像，那件猎人像呢，他的身份从外观来看还是较高的，他确实拿了一件东西。那件小猎人像呢，拿那个东西上半截是一个鸟的头，下半截有点像蛇身一类的东西。它仅仅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因为除了大理人之外，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人物造型。这个是1986年发现的黄金面罩，86年呢有6件，两个这样单件的，还有4个后面那种戴金面罩的人头像。这次新坑我们也有发现一个半个脸的黄金面罩，还有个耳朵比较大的，我们叫它大耳朵图图。这些黄金面罩呢，应该都是铁的
锈的，所以它们可能是贴到青铜器表面的。金变咒这种文化形式，除了我们四川在新堆、在金沙有，中国的其他地方同时期几乎从来没有发现过，在国外才有，古埃及、古希腊才有这样的黄金面具，就说明有文化交流，年代差不多就是商代。那通过什么途径交流呢？可能是和古代的南方丝绸之路有关系。我们三星堆很有可能是古代南丝路的起点，这条贸易通道比我们想象的开通的应该是更早一些了。哇，成片都是喎。这个神树非常的高大，整个通道是3.96米，是全世界范围之内同时期形体最大的青铜单件文物，永远不出现外展的。它呢有三个部分，底座、树枝和树间的龙。底座呢像一座山，树枝三层，每一层呢有三根树枝，每根树枝上有刀一样的果叶，有丰硕的果实，香上的果实上有鸟，一共是占了9只同类鸟，27颗果实。树顶是残缺的，不知道它的树顶是否还站了一只鸟。树干间呢有一条龙，大家可以看到它的龙头朝下，前爪呢匍匐到树座上，它的身体是鞭神状，推着龙尾呢一直盘旋到树枝上端。据说这次在我们的8号坑发现了龙的后半截，所以我们很期待将来能够把它拼接完整的样子。那这个树呢，它是重近500公斤，也是近半吨了。那铜矿在那个时候相当于现在的金矿，你想一下，它重半吨了。我们说鸟也是象征太阳的，所以我们叫它通天神树。而且您仔细看，我们所有的树，它的树座很多都是这样穹猛状的，就像山一样。因为我们四川是高山环绕的，所以古人就认为山顶上是天上住着神。8棵树，这是对，现在目前只有3棵树可以复原，因为其他的很多还是碎片。希望随着新坑的发现，能够复原更多的树。仔细观察的话，你会发现树上有些小环钮，这些环钮应该是挂挂式的。我们一号树上也有圆孔啊环钮，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原来金光灿灿的树上挂满挂饰，也非常的美丽，非常的漂亮。我们真的还发现了铜铃、铜挂饰。旁边看看挂饰，所以也许他们会做这样的铜线挂上去。根本就是圣诞树挂个铃，哎 ，sorry， 唔紧要，唔使咁紧张。这有几只像甲壳虫一样的。挂个铃咁咯。我们中国的中原地区崇拜蝉，金蝉脱壳，它有一个脱壳的现象，被认为有重生的意思。还有一个非常喜欢的，我自己比较喜欢的花朵型的，它的灵蛇，你看，就是花蕊，很写实，很有想象力。它有点像木棉花，大家可以下来查一下，搜一下木棉花。你可以想象一下，把这些挂饰啊、铃铛啊都挂到树上。它的底座呢是陶制的，上面是天禄辟邪神兽，也就是我们喊的貔貅。貔貅呢是只吃不拉，只进不出，就聚财。它上面是有300多枚铜钱，反映了墓主人求富贵的心理。而除了钱之外呢，你再看每一层都有骑马、狩猎、歌妓、舞妓的造型，所以墓主人希望死后呢，既有钱还享乐，同时还能升仙。每一层都是西王母，王母娘娘呢是掌管不死之药的，随葬的墓里面翻译了墓主人希望死后能够登天，和三星堆以鸟象征太阳也是一样的意思，所以它主要还是讲的一种传承的关系。它比三星堆晚1000多年，但是传递了同样的思想，据说是投资了14亿元。哇，14亿啊！有冇影紧噶？即系收紧声噶啦喎！加上新的文物。啊，下次嚟一定要嚟呢个啊！14亿啊！它的外观其实就是3座连绵的黄土堆。更靓仔啊！真系啊，叹为观止啊！哦。青铜馆是1997年开放的，里面的装修是新的，今年的3月份是再次以全新的面貌展示在我面前。而这个地下的视频，这个内容关于的是世界青铜史，就不仅是我们中国，世界的很多早期文明都会出现对青铜器的使用。画面中放的就是我们中国中原地区和黄河流域，黄河流域像河南呢有发现这样的铜爵，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的萧尊，还有陕西我发现那个铜人面饰，待会我们会讲到我们的一种兽面具和这个铜人面饰很像的。蓝色的这条就是长江流域，在长江流域的湖北盘龙城也有发现这样的铜卡，这是湖南的泗阳方尊，国宝级的文物，大家应该都知道。
江西新干大州商务所出土的双面食人头和我们的这个寿面具有点相似。三星堆呢是位于长江的上游，三星堆的青铜其他的种类比较丰富，它既有和中原夏商一脉相承的铜尊铜雷，它的大部分青铜其实独具特色的，主要呢有青铜人物、动物、植物、青铜神坛等，所以我们三星堆的发现可以说是极大的丰富了中国青铜文明的内涵，它也是填补了中国雕塑艺术史的空白，是着力突出于世界青铜文化之灵，也是我们中华文明为世界文明做出的卓越贡献之一。三星堆的发现印证了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老先生他所说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十六个字什么意思呢？就说每个民族都有每个民族的特色优点，大家遍地开花，百花齐放，这个世界将是一个美好的大同世界。我们三星堆的包容性、开放性和多元性、多样性正是这句话的完美体现，所以三星堆它是世界的三星堆。这个视频就到这儿了，接着我们去一展厅。面具不太一样，那些人面具都是立体的，他们是薄片的，大家可以看到他们的四角是有圆孔的，应该是用来穿绳记挂的。在我们看到的四羊方尊，四羊方尊就是国宝级的文物。还有个小知识啊，就是方形的尊比圆形的尊的等级是更高一些的，我们这次新坑也发现了方尊，所以很有可能又是国宝。尊席是陈酒的酒具，上层贵族才可以使用的，常常用于重大礼活动里面，征伐、祭祀、宴享等等。我们的尊呢，从形制外观来看受了中原文化的影响，但是呢会有自己的创新，比如说有些肩膀上会有立鸟，那发现手里面盛满了海贝、玉石器等，因此呢三星堆它是一个不断吸收、融合、创新、改变的地方。那尊是如何用的？我们有一件文物展示了尊的具体用法。中层是女巫，她的上身赤裸，腰间系带，身着短裙，头顶上是盖着盖子的铜尊。这件文物呢告诉我们尊是顶在头上使用的，有非常高的文物价值。我们再看旁边，旁边还有不同的人物造型，他们两位应该是身份有所不同才会有不同的祭拜姿势，也就说明这个国家它是有一定的礼仪制度。他告诉我们啊，曾经这个祭祀活动是神圣严肃的一件事情，非常的神圣。它里面是空心的，因为我们刚才讲的范主法嘛，做模具里面是泥，泥它会掏出来的，这不太一样，它的小拇指是这样翘起来的。它的冠饰很高，你看耳朵鼻子挺像大象的，嘴是张开的，它的侧面有个符号，你可以看到这儿是一个圆的太阳符号，暗示着它应该是巫师一类的上层人物。那它的下半身没有找到，不知道它是站立的还是跪坐的，又留给我们一些想象的空间。但是总的来说，我们看刚才的这几个人物造型啊，每一件都有不同的服装打扮、不同的冠饰，他们的祭拜姿势、祭拜用器都各不相同，再次说明了这个国家有非常完善的宗教礼仪制度。您可以看到它有三层，它的底层呢是神兽，神兽是多种动物的复合体，耳朵鼻子像大象，嘴巴有点像猪嘴、蹄足，后面向上的说是鸟的翅膀，向下的是兽的尾巴，中层呢是人和山，它的上层呢是镂空的方斗形建筑，这是人首鸟身像，鸟是在天上飞，目前的学术界普遍认为三层分别代表的是天界、人界和地界，所以它直接用立体实物、立体空间反映了古蜀人的神话宇宙观，它是当时的国之重宝、国之重器。哇，这个靓啊！这个青铜人头像比较多，在1986年我们发现了57件，它们每一件都是独一无二的，象征着不同的身份地位、不同的民族和部族。其中有一个人头像比较特别，请大家跟我看看左边的这一件比较饱满的这件女性，比如说她可能是一个没有戴面罩的人头像，因此呢您从侧面是看不到任何戴面罩凸出来的痕迹的。对，这可能就是位女性，三个耳洞的，所以我们从侧面也可以看出这个国家它的民族构成应该是非常复杂的，人口很多，疆域辽阔，国家实力强大。这个戴面罩的总共有四件，四
是五十七的少数，所以他们应该是将帅首领。同志集团也是结构很复杂的，就说明他们所投入的下面人口很多。我们的面具和世界的面具来对比，有两个特点。第一就是形体硕大，第二是造型独特，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哇！后面是一片星空，专门为它打造的。我们说这个面具代表的是神像，神住在哪里呢？神住在天上。你看后面呢，就是星空，代表的面具是神。我们这次星空很多丝绸都是发现在青铜器的外面的，它也反映了人们对祖先残存的崇拜，它反映了古蜀人们相信天人合一的饮食观念。还有一个纵目岛，我们再看看这些。它呢一般被认为是和《山海经》里面的烛龙神有关系。当时的眼睛啊，睁开是白天，闭上是黑夜，眼睛是心灵的窗户。我们四川其实刚才要讲到天气，常常都是阴雨天气，特别是冬天的时候，所以人们是希望看到太阳。这是 logo， 大家对它比较感兴趣，因为它其实太像方向盘了，也就是说它挺像那个轮船上的舵。这件也非常厉害哦，你可以看到这个人，他穿的是紧身短裙，然后腿比较粗粗，就是眼睛的纹饰。他没有脚，是鸟爪，他鸟爪下潜的是鸟头，鸟呢没有翅膀，是一条龙或蛇的身体。那怎么说他是网红呢？因为我们单看他是想象不出他另外一半是什么样子的。那这次星空呢，就发现了他的另外一半。头上的顶的是一个弧形的尊，他这是他的手，他手摁在一个雷上面，就想到那只鸡彩色羽毛的样子，大明的样子。古人很崇拜鸡，因为雄鸡以唱天下白，它是带给人们无限光明的天机和神机了。还有一些鸟非常的优雅，我们来看看，你带的带身体的神，大家可以查一下，所以很有可能在几千年前就已经有这种鸟了。这一季呢，看起来很有女性的柔和、优雅、端庄之美。它可能是固定到某个柱子上或者建筑上的一个附件，要想象一下它金色、金光灿灿的样子。其实古人们他们会崇拜很多的暖身动物。刚才在医馆，大理人的身上有龙纹装饰，在神树干间有一条非常怪异的龙，有点像山羊、羊头龙。它的前爪呢，匍匐到柱形器的顶端。它的身体是贴到一侧的，尾巴是卷起来的。V 家开心睇楼团，如果想安心咁喺大湾区楼咧，梗系揾我哋 V 家啦。冇错啦，呢几个礼拜哇，系咁见到你，系咪退休啦？梗系未退休啦，因为咧，其实咧，我从上年开始咧，我已经做定准备退休噶啦。我个个礼拜都嚟住翻几日噶，梗系啦，你个感受一下，哇，原来肇庆新区，哇，呢度啲空气啦，有湖有山，哇，嗰种天然环境，真系好啱我呢种中意慢活咧，同埋呢个大自然嘅一个退休嘅生活嘅，所以非常之享受。哇，真系好羡慕博士呢啲退休生活啊！咁啊，唔使羡慕嘅，我知道呢个盘仲有啲货新货推出噶。系啦，嗱，华侨城咧有二木盘同埋啲希望啦，细积又有，大积又有，都系一线望。咦，咁好喎、啊！我今次咧就搞一個肇慶嘅 VIP 豪華團。點解豪華團呢？我哋特登咧就係去買高鐵飛，大家搭高鐵上嚟，感受一下喺尖沙咀就能夠搭高鐵咧嚟到呢度肇慶嘅新區，八十分鐘就到，俾大家感受一下嗰種快捷同埋嗰種安全同埋嗰種享受，好唔好啊？嗯，好啊，非常之好。咁但係咁嗱，既然睇樓團嚟到肇慶。不如 Daniel， 我哋揾一啲咧總價低、尺價平嘅一啲好嘅盤，嗱要發展商又夠大，貨又夠靚，喂有冇啊？當然有啦，有我哋博士摯愛嘅保利時光印象同埋時代年華啦。嗱咁咧，啱啱提到咧尺價低啊，咁啊上車容易咧，呢兩個盤都可以咧做按揭嘅。喺做按揭咁，香港直貸係非常之方便啦。咁啊最平可以十零萬就上到車噶啦。咁月供咧千零兩千蚊起咁樣咧，我相信好多香港人都好容易上車。交租都要啦，喂，唔理咁多啦，马上打以下嘅报名电话啦。
嗱，而家呢個喺個叫修復館啊，即係啲文物出咗嚟，點樣修復呢？咁呢啲有啲仲未出土嘅，即係仲未擺喺展覽，佢仲喺度整緊嘅。啊，好多石。呢個係最新出嘅，係啊，最新出嘅人，即係仲未展覽出嚟嘅。啊！啲化驗師啊，啲石頭啊咁樣。啊，頭先未同大家講啊，點解叫三星咧？嗱，三星唔係代表 Samsung 咧，同我有啲咩關係啊？三星係代表，因為佢三個出土文物嘅地方咧，就好似咧三粒星就圍住一個月光咁，所以係三星意思係三個星系，即係星星嗰個星，就即係三個星系咁嘅意思。嗱，呢啲出土文物得翻一啲。所以咧就叫三星堆，即系咧系用三个星系围绕住中间一个月亮，啊，三星堆啱啱好啊，就点解叫三星堆就咁嘅意思啊？三星堆系啦，就是、三个星星围住一个月亮咁嘅意思。嗱，睇下佢哋好小心，好小心挖掘噶，系啊，好小心咁样。所以亦都证明咗而家中国嗰个咧。證明了中國嗰個考古的技術科技是已經很勁抽咯，係嘛？因為不是話你有呢些嘢就挖到出嚟，或者挖到出嚟爛融融啊，修不修復啊？呢、這個都證明了我哋祖國而家喺呢些考古的技巧啊、科技上面，嗱呢啲全部都未喺出邊都未睇到嘅呢啲，係啊。咁啊，呢度有啲相片就講咗佢，即係講咗佢哋嗰陣時。怎樣去？幾十年了已經係啦，變成今日咁樣，大家去，大家幾幸福啊！啊，大家隨時入嚟嚇，嗱，呢度有好多嘢俾你玩。啊！哇！我哋要抽離翻出嚟先啊！係啊！好似去咗幾千年前咁樣啊！冇錯。哇！即係匪夷所思啊！匪夷所思。喂，即係你講下你感受先啊！哎呀，我就係好，究竟點解嗰個？即係幾千年前嘅人有啲咁嘅智慧去做一啲咁精雕細琢嘅嘢咧？其實真係大開眼界，真係冇諗到啊！就同埋咧，你諗下，如果嗱，即係中意啲歷史啊呢啲咧，我哋如果係香港人啊，即係你唔話搭飛機啊，花翻一段時間咧，即係唔會去譬如我同我太太咧，都譬如諗住慢慢都去呢個埃及啊，以前我去希臘啦，係咪？係啊係啊。喂，但原來嚟到我哋中國咧，原來嚟到成都咧，都有個咁深底厚嘅一個咁嘅歷史文化喎，真係冇諗到幾千年喎，大佬。而且我哋嗱，如果我同希臘比咧，即係嗰啲出土文物咧，係震撼過嗰啲好多添啊！自己嗰個面具啊，哇，型到爆啊！淨覺得我好似識得。發射嗰啲激光咁，係喎，唔係直情係全部係科幻片咯，所以頭先話要抽嚟咯。我都覺得係啊，真係好科幻。哇！所以好，我真係好開心，好有勁。嗱，呢個真係 Jody 咧，真係好犀利，係佢揾出嚟。因為我之前嚟咧，我完全唔知道呢個地方。我諗而家所有觀眾基本都冇乜邊個會知道，原來成都有個幾千年前嘅一個咁嘅古蹟喺度啊！四千幾年前啊，咁啊就真係我五三我都同一講係一。一定要嚟睇，系一生系一定要嚟睇，冇错，咁都系啦。而家隔篱大家未过到嚟啦，唔紧要，睇晒我哋啲咁多集咪得咯。嗱，所以我都会叫摄影师咧剪辑咧，唔好剪得太多走啊，因为每一样都系好有即系纪念价值同埋。系啊，系国宝嚟噶，系啊，最重要佢系有好多咧，佢系唔出去展览嘅，唔出口嘅，所以一定要嚟呢度先睇到咯。五件国宝，有一件行出口啫。系啦，系啊，就系嗰个面具。冇错，冇错，冇错。石嗰嚿，我谂嗰嚿唔太喐啊，但系佢嗰啲咩树啊、神树啊嗰啲太精致啦，一个修复咗十年。所以我宁愿剪多几集，大家慢慢睇，佢一集一集慢慢睇。咁啊，首先喺个即系喺我啲片度欣赏咗先，同埋咧大致上我都将佢啲历史咧会讲翻俾大家听，你心里边有少少知道，慢慢开翻关。
好似我依度入嚟，哇，好開心啊，真係。同埋 Laura， 你啱啱講話咧，你除咗即係對啲文物有感覺之外咧，我對我哋國家都好有感覺喎，係嘛？係啊。啱啱講話覺得我哋啲管理好犀利。我想講咧，我係估唔到咧，因為之前我去過上海世博，都係講緊十年前啦。係。嗰時令到我覺得即係係咁樣管理㗎，啲人好亂。好亂啊！係啊。文咧嗰時係個好似個質素未提升。係。但係今次我再即係咁樣過嚟成都，我覺得件事係淨簡直係跳十級啊！是啊是啊，同埋裏邊呢個展覽館管理咧，係令到我好震撼。即係由買飛頭先去導遊用嗰啲儀器啦，係啊，即係唔使用以前用喇叭噶嘛。咁你會嘈親隔離噶嘛？係啊係啊，嘈煙巴閉以前去旅遊區啊，嘈煙巴閉，佢而家唔係喎，即係入到去都好靜，因為個個淨係咁樣講啫嘛。係啊，同埋用嗰啲耳塞咧啊，又即係同埋啲遊客咧係好乖咯。係啊，即係其實我哋已經算曳嗰啲嚟嘅咧。我哋好多嘢講嘅，你講嘢大聲咗啦，我哋。其實看到其他啲都好，即係好斯文啊，好有文化，所以係大開眼界，唔正於去睇呢啲嘅文物，其實都可以睇下呢度嘅人民生活啊，啲遊客啊，咁啊，我好開心啊，因為睇到佢咧，其實而家仲啱啱開始咋，仲有好多，仲有新館，14億啊，仲震撼啊！出年好似係出年搞掂啊嘛，係啦，咁所以俾到我哋香港啊，香港觀眾，我哋大把機會入到嚟慢慢睇啦。我覺得真係，好嚟成都。冇錯，跟住繼續再揾好嘢俾大家睇 ，OK？ 記得睇我哋嘅片 ，like 同 subscribe。係啊，記得分享出去添啊！好，好啦，嗯，拜拜。